樊莹莹你好，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们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在荧光幕上看到你了，我觉得你这次瘦了好多回来。对，那边工作很多啊，好忙啊，每天跑来跑去的，所以瘦了嘛。一方面呢，也想在台湾的观众朋友，还有我想我们的国内朋友呢，也非常的想念你，半年多不见了。我想今天你到歌星界来呢，跟观众朋友除了要欣赏你的歌唱之外，待会儿呢，我们再慢慢的谈这半年多中你在日本的一些情形，好不好？好的。各位朋友，现在就请您欣赏我们今晚特别为您安排的《蓝玉丽之夜》。我们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在荧光幕上看到蓝玉丽，她一下飞机就告诉我，哎呀，她好想念台湾的朋友。我相信我们歌星之夜的朋友也非常的怀念你。谢谢，我非常想念观众朋友啦，在那边。所以呢，你看我现在是比较瘦一点了，瘦好多，不过越来越漂亮了。但是我看半年没有见到你，你比半年之前还要漂亮。谢谢你。有没有时间好像出来逛逛街呀、或者到郊外去玩玩？差不多都没有，尤其是工作累的时候，根本就回去就呼呼大睡了。那么你说你出了一张新唱片，是《我是一只蝴蝶》，那么他们有没有特别为你设计一套服装或者设计一套发型？就是蝴蝶装啊，全部都是那个亮片所绣成的，很漂亮那一件。这个是我在东京的一个百货公司，很有名的百货公司头逛街了，这样子，看到的那个是他们那个假花，他们假花做得非常好，对，非常漂亮，很自然。那么你这次回来留的这个发型，梳的这个发型，是不是在日本他们特别为你设计的？这一个不是我第一条歌，第一条歌还是我原来的，就原来长的头发。对，我准备第二条歌了，就是用这个发型，这个是发型的，因为比较方便的话。对，平常因为在那边日本，因为时间很匆忙，对，很匆忙，做头发又很贵耶。对对，没有时间做。我觉得在国外最麻烦的就是做头发的问题，做的不见得很好，但是价钱确实贵得吓人。他们做的不跟台湾一样，不是像我们做要叫他做什么样子，对，可以。每次做的不一样，好麻烦呢。还有带来了两张照片，也要介绍给我们朋友看一下哇。好的，这一张呢，是我在大阪的一个和歌山，他们特别为我组织一个后援队，就是特别捧我场，就是不管说我什么歌啊，都会特别为我开会，支持我的。然后这张呢？这一张就是在他那个后援会的主办人特别安排我在他那个一个百货公司演唱，很大的百货公司去演唱。非常谢谢你跟我们谈了这么多。各位朋友，欢迎您观赏我们情人桥的专栏，我还是依照惯例来为您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四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林松义先生，第二位是可爱的方琴小姐，第三位是薛小姐，第四位是哈哈合唱团的蔡先生，欢迎你们四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现在我就来为您介绍我们今天安排的这对情侣的男主角了。哎，林松义，你干什么？你先坐下，好像不是你耶。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呢，是有黑马一号之称，非常英俊潇洒的田文仲先生。田文仲，今天我们又把你跟蓝玉丽安排成一对情侣，不知道电视机前面的朋友还有我们四位特别来宾有什么意见，我想请他们来谈一谈，好不好？林松义，没什么好谈的，这种事情根本会笑死人的，那哪有自己带男朋友来的道理，让他们大家来说说看的。我啊，你没听到说什么，那就算了。哎，好像没这么简单，我们今天请你来是要你来谈一下，你觉得他们两个在一块合适不合适？合适。哎呀，听你这个口气好像不太对劲啊。是吧？因为他的个子比我大，你想的吗？块头比我大，所以啊，我也不能说什么，只好说合适。很勉强的觉得他们合适，有一点点吃醋。还有那么一点呢。看样子你对蓝玉丽也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再请可爱的方琴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我觉得啊，他们两个人挺合适的。这个
田温正吗？是黑黑壮壮的，什么黑马一号吗？蓝玉玉白白娇娇，像个小白羊，这一白一黑啊，两个主持人要是主持一个家庭的话，不错不错。我觉得他们应该主持一个动物园最合适了。方晴比喻的很好，不过这个林松义今天是因为他是。很吃醋，所以他讲出来的话呢，我们不做考虑。好，接着我们再请薛小姐，你发表一下你的意见。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很好，很合适，很简单明了，你就很赞成。这位蔡先生呢？我个子也太小，也赞成跟您说明。因为你害怕。现在我们要请他们两位当事人发表一下意见。田文仲，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想？这个我首先要感谢导播再次邀请我到情人桥来。那么我发觉呢，我这个没有结婚有很多好处啊，可以经常当人家的假男朋友。那么刚才林松义先生发表的意见非常正确，那么但是没有方晴小姐的正确。那么但是方晴小姐在修辞方面应该要稍微注意一点，她把我比喻为马，然后把蓝依丽比喻为羊，那么她就接了一个要这个组成一个动物园。我说是可以，下次我和蓝依丽组成一个动物园，再欢迎各位观众来参观。好，你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以假成真，是不是？那我们先祝福你，但愿有这么一天。谢谢你们光临我们的节目，谢谢。各位朋友，现在您所看到的是石门水库的风光，同时在这段影片当中呢，还有半年以前没有去日本以前的蓝玉丽。您可以比较一下现在的蓝玉丽跟半年以前的蓝玉丽有什么不同吗？同时他为您带来了一首爱国歌曲《蓝天白云》，请您欣赏。山明水秀景如画，听那鸟叫。
常感谢您今晚收看我们歌星之夜的节目，同时我们也要谢谢蓝玉丽，谢谢您。谢谢您，我差不多要在10月5号左右就要回去了，那在那个地方呢差不多还要再等半年，然后再跟各位观众朋友见面呢，希望那个时候呢歌方面呢有更大的进步，来报答爱护我的观众跟朋友。我们也期待着这一天赶快的来临。谢谢。也谢谢林松义先生所领导的哈哈合唱团来参加我们节目。谢谢，谢谢各位观众收看。各位朋友，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还要谢谢由翁清溪先生所领导、詹冲泉先生所指挥的台式乐团。我们也谢谢您的收看，今晚节目就到这儿全部结束了，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